大家好，又是我 No. 7 Watch Vincent。 好了，今天想跟大家介绍就是这盒东西。这盒东西是什么来的呢？就写着 Chico Pissage， 是的，那就是一只精工的 Pissage 这个系列。那噔噔噔噔，不让你看着这个呢就是写着、Limited Edition， 是的。那适逢这个圣诞月，我们介绍给大家呢都是一些好东西，有埋一个礼盒的Limited Edition， 噔噔噔就是这只表了。今天想跟大家介绍就是这只精工 Pissage 的机械表， Automatic 的，写住了这里。好了，那整套礼盒装的，这个 是一个 package 的，连埋一条原先配搭了一条深啡色的表带，另外还有一条浅啡色的表带的，是的，一套套装咁样俾大家嘅。咁我先介绍一只表先啦，讲个重点啦。咁呢个精工 Pissage 咧，就系以呢个金色嘅不锈钢外壳啦，系啦。咁呢个不锈钢外壳咧就做咗一个抛光嘅效果啦，大家会睇到，系啊。咁配上呢、這个啡色渐变黑，即系黑渐变啡色嘅字面啦，系啦嘅表面啦。咁另外再配上咗一條車咗淺啡色線嘅深啡色皮帶啦，係啦，再配一個蝴蝶扣啦，係啦，就係呢個扣啦，嚇，又寫精工嘅扣啦。咁好啦，這個 Pissage 咧就係、是、精工一個旗下一個系列啦。咁同埋咧，你大家睇一睇個標冠，個標冠都寫有 S 字嘅，係啦。咁同埋標冠都有花紋嘅，即係唔係話一粒普通把手咁嘅樣嘅。咁好啦，呢隻錶咧就可以睇一睇嗰個玻璃啦嚇、啊。我幾中意個玻璃同嗰個字面嘅配搭嘅。個玻璃咧就係、是一個拱拱地嘅玻璃嚟嘅嚇，卜、啊、形嘅玻璃嚟嘅嚇，就唔係一個平面玻璃。另外咧，佢嗰字面咧除咗係做咗漸變效果之外咧，佢有啲紋路喺度咧，好有質感嘅嚇、啊，做出嚟嚇、啊、比較有質感嘅。同埋佢嗰個字釘咧就係、是、一個立體嘅字釘嚟嘅，係啦咁。你見到佢襯咗一個金色嘅字釘同埋金色嘅時分秒針啦，嚇、啊、大三點位置有一個日曆啦。咁我呢個表面直徑咧就係、是、大概係40.5mm 嘅，係啊，咁啊相當斯文嘅成隻表，可以大家我拼上去俾大家睇下，係啦，就係、是、40.5mm。咁佢嘅表面厚度咧就係 11.8mm 嘅啫，係啦，12mm 唔夠嘅成個表面厚度。咁啊襯咗一條真皮表帶啦，嚇、啊。咁啊，佢有停秒功能嘅，吓，我先将佢系一个手可以手上发条，或者可以靠个舵去推动嘅机械表啦。咁剔起把手嘅时候，佢个秒针会停嘅，停秒嘅功能啦有。咁、那个表底咧，我反过嚟俾大家睇下个表底先，系啦，个表底咧就系咧印有 Made in Japan 嘅，系啦，呢只表日本制造嘅。咁喺个表嘅六点位置啦。嚇、啊、呢度咧都其實都有寫到係 Made in Japan 嘅呢個位，係啦。咁呢只錶咧就係、是、一個 Limited Edition 嘅手錶啦、啊、全球8000隻嘅啫，係啦。咁呢個 Limited Edition 嘅手錶嘅錶底咧係一個螺旋式嵌入嘅不鏽鋼透視底蓋啦，係啊。咁啊寫咗佢用咗 4R35 嘅機芯啦，係啦。咁啊有23粒石啦，係啦。23個 jewelries 啦，同埋 Japan 啦，都係日本製造啦，嚇、啊。咁成個效果咧，其實都好 grand 嘅，成隻錶都係，係啦，好 classic 又好 grand 嘅，咁出嚟。咁好啦，呢隻錶咧，除咗呢、這個提先介紹嗰條皮帶之外咧，佢仲送咗依條，我睇下攞唔攞到出嚟先，送咗依條錶帶嘅，係啦，咁係一個有紋嘅，有壓紋嘅淺啡色錶帶啦。提先佢原先配搭就係一條冇紋嘅深啡色錶帶啦。咁同樣咧，嗰、那個送嗰條錶帶咧都係有一個蝴蝶扣嘅，係一個扣嘅嚇。呢、這個扣比較靚啦，做得。咁好啦，呢隻錶原價咧，香港嘅建議零售價咧就係4600多蚊嘅嚇，4600多蚊嘅呢個套裝禮盒。咁而家咧呢套 limited 嘅套裝禮盒咧，我哋 number 七咧做個 big sale 啊，做個特別大優惠俾大家，係啦。咁我哋而家咧個售價咧就係2598蚊，
2598蚊，2600蚊都唔使啊，有找啊。咁好啦，咁啊，因為佢真係 limited 嘅，我得幾套嘅啫，都係係啦。咁啊，如果有興趣買嚟送俾人，係啦，咁就可以盡快嚟我哋佐敦或者荔枝角店嗰度試下啦，係啊。佐敦或者荔枝角點樣試下呢只精工啦？咁我再俾大家睇一睇先嚇。咁啊，呢個 4R 嘅機芯咧就係儲滿能咧就可以行到41个鐘嘅，係啊，可以行到41个鐘嘅嚇。咁再俾個外觀反光俾大家睇一睇先，係啦。其實成個錶咧都好有層次感嘅做出嚟。好，睇一睇側邊。個標底都好清晰睇到裡面機芯嘅打磨。咁呢條標底咧個直徑係呢條標底個寬係20mm 嘅，係啦。咁佢就送埋一條皮帶俾你嘅，除咗呢條皮帶之外，仲送多條皮帶嘅，係啦。咁好啦，有翻一年保用嘅。咁如果有興趣嘅朋友，盡快留言俾我哋啦，係啦，可以去我哋佐敦或者荔枝角店嗰度試驗貨啦。好多謝曬。